好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呢，我们要上的是三角形城堡。那在上三角形城堡之前呢，老师这边有一些咖啡杯盖。好，那请问排列下来，你有什么发现？你觉得哪一个咖啡杯套比较大？莱尔富，觉得咖啡杯莱尔富咖啡杯套比较大。好，那我们请同学上台，上台一下。你比较喜欢喝的是 seven 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请你轻轻的弹他一下，告诉他变大杯好不好？变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，他有没有变大了？有吗？超变大。变大杯了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是你的魔法的关系哦。那我们给你一个积分卡好不好？对，那你好，那我们再点下一位同学，有没有人自愿的？我们把他。好，你要帮全家平反一下，对不对？你待会弹一下喊变大杯好不好？好，变大杯，我们看一下哦。它是变大杯了，有发现吗？好，我们还有同学要来，好，请上台哦。变大杯，那我放下去。它是不是也变大杯了？你认为这个魔法弹一下就变大杯的举手一下。好，真的有一个同学举手。好，你认为全部一样大的举手，一样大的。好，那苗同学，你来说明一下为什么它会是一样大，好不好？角度的问题。角度的问题，那你怎么样咖啡杯的套子你都可以拿下来，你怎么样做什么动作让同学发现它都是一样大的？你可以把它拿起来试试看哦。这样还是全家最大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样证明他们是一样大的？好，这样排在一起看起来是一样大，那还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更直观的方法？好，我们出现一个英雄了。哇，他把它怎么样，然后叠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一样大了？所以每一家都一样大，所以你去哪一家都一样哦。各位同学，这边有两个三角形哦，给各组一分钟讨论一下，你觉得这两个三角形一不一样大，好不好？只要把那个三角形变直，它地板有空间，地板立起来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另外一片地板。也是它那个线条的关系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觉得第一张会比较细，那你认为？讨论之后你觉得一样大的，好，放下来。你觉得不一样大的，好，我们请这位同学。我觉得把这立起来之后，他这边会比他这边还要快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你有看到现在立起来感觉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改变答案的？你觉得这两三角形不一样的举手。你觉得这两三角形还是一样的举手。因为他们叠在一起。只是一样的了，叠在一起，刚叠的时候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你又做了什么动作？翻过来，又做了翻转，对不对？结果他们一样吗？一样啊，一样。好，做了哪一些动作？你把它做慢动作，他做了一个移过去的动作，叫做平移嘛，然后他又做了一个翻转的动作。过程中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有的同学可能就说他们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要把对应的边去互相叠合哦，所以要翻过来哦，就短边对短边，长边对长边哦。那这个是一个对应的概念哦。好，那我们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那如果我们不用叠合的话，有没有其他方法去判断这两个三角形会一模一样？我有个红色的边。那请组一个三角形哦，如果你组出来跟我一模一样的话，我们就给你个麦当劳，好不好？你组好三角形你就起立，好不好？红色的边都好了哦，我们看一下哦，老师的三角形要亮相咯。跟我一样的就继续站着，有没有跟我一样的？有没有？没有人跟我一样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好，第二个呢，
我们读手摇杯好不好？我有一个边是红色的，一个边是黄色的，请你数数看。手摇杯的颜色。有可能蓝色，可是一定要黄色。老师要公布答案，来，来，一样的举高，然后不一样的就坐下。也没有很多人猜中，所以应该我们进行第三个活动哦。我们的读巧克力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的条件，你念给大家哦。有一个蓝色的，一个红色的，一个黄色的。好，我们公布答案哦。那你跟老师跟这位同学的一样的话，就站着好不好？你跟你同组的伙伴是不是一样的？好，你看一下这三角形都是不是互相叠在一起都是一样的嘛？都是一样的话，我们刚用叠合的方式就可以代表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三角形哦。我们现在是发现到，如果三角形三边都知道，那全班现在照出的三角形都一样，也就是说大家只能够照出同样的一个三角形。三个人一组，每一组有三个三角形城堡。三角形城堡是由三个扣条以及三个角所构成哦。那我们会用到的材料有透明的塑胶片以及一张空白纸。透明的塑胶片上面画有跟原来的三角形城堡一模一样的图形，可以用来叠合跟对照用哦。那空白纸呢，它是让学生可以去用剩下的这个三角形城堡的物件，看看能不能画出其他的三角形。游戏一开始呢，我们会有两个骰子，一个是蓝色的骰子，上面有甲乙丙。另外一个是红色的骰子，上面有边或角。那待会大家会丢这两个骰子，蓝色的骰子，如果你骰到哪一个城堡，就去攻击那一个。那红色的骰子可能骰出边或角，就去拆除那个城堡的边或角。三个城堡中，如果你最先攻破哪一个城堡，那你就是这个游戏的大赢家哦。那什么叫做攻破呢？攻破就是说三角形变形的意思，也就是三角形剩下的边或角可以造出另一个不一样的三角形，就是攻破了这个三角形城堡。城堡剩下的哪一些元素，你就要在这个记录单去注明哦。如果它剩下的边，你就把边圈起来；剩下角就把角圈起来。然后最后呢，你这个三角形城堡如果被攻破了，就记得打叉。那如果还没有被攻破，就请你画圈哦。例如说，三角形剩下三个边是 SSS 哦，它还没有被攻破，所以你要把它给画圈哦。那记得一边玩要一边去做这个记录。是吧？丙边，所以它剩下两个，对，两个角，三个，对，两个边，三个角，还是支撑的了，支撑得了吗？它可以变哎、欸，可以、啊，可以变，还是可以降压，还是可以啊。给大哥，那你看一下，最好把边圈起来。它不管，它这边还是可以支撑住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拆一个边。椅脚，那这样可以压的吗？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压，所以勾圈。哎、欸，我这样也没办法压 ，OK。为什么我画错了？这样子很难变，我这样子还是固定的。所以我这样，我再一次我就死掉了，你知道我这样吗？夹不脚，都没脚。没有啊，他这里还没，他这里没办法动。对啊，这里没办法。等一下，剩下一组边呢？可是你这样没有，这还没死吧？还没啊，还没，我没死，是有。边，你要拆边，拆红色，我要重组一下。那这样子三角形会改变吗？他动了这边，这边就连不到，这边也连不到。他动这边，这边一样也连不到。好。这样输了吗？还没、啊。哎、欸，
可以吗？拿那个当做吗？还可以吗？开始喽！还没，脚都还在。还在啊？是啊。那不是脚不还在？没有。可是重点是你已经没有编回顾了。不管你有几个脚，你有再多个脚，你都死了。所以你要是没有编的话，那个脚也没有用啊。那三个脚可以维持吗？三个脚可以动吗？如果动到这样跟原本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，所以三个角可以吗？那拆了这个角，三角形能维持住吗？它原本边是这样子吗？那这个边是不是可以去调整，所以是跑出不一样的三角形出来，是不是也可以变成这么小的？它的边是可以动的哦，所以它还会构成不一样的三角形。找到最少条件可以维持住三角形形状的，发生可能，没可能发生。三个条件的意思是，一个边两个角，两个边一个角，然后都是排列另一个角。不，哇，第一个角，那 A A A 是什么 ？A A 就是三个角啊。A A 不可以吧 ？A 可以啊。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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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。A A 可以干嘛？就是这三块啊。那它可以支撑吗？什么？它没有城墙。是否可以？这个可以擦掉，因为这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它是最少条件就可以维持三角形的，这也可以画出来。最少条件那就是这一页啊。标号标上去，比如说这里是三个边这样子。就三个而已啊。那如果这里是？我们从最简单的条件开始，三个边。加什么东西？三个 S。S 然后下一个。角角角也可以啊。ASA， 我看一下哈。对 ，ASA， 好 ，ASA 可以。然后 SAS， SAS， AAAS。我们看一下上面的同学发表。之前因为这边两个有固定啊，所以加上这个角，然后所以我们这边就是造成它不会移动，所以它基本上只画出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因为它就是全部都固定，然后也不会受角度的影响，所以它在它全部固定的情况下，它也只能有一种排法。那第三个，因为这个角固定，所以它跟它都没有办法变动，所以也是只会有一种三角形。好了，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第二种形。第二种状况吗？没有。有啊，都可以延伸。像啊。哦啊，不行啊，下面那根固定的吧？啊，这个不能延伸。这个边固定的，这个边是固定的，所以它不延伸。对，因为边固定的啊，边的长度是固定的，所以它可以延伸吗？傻得丢脸。那就没有。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就是挑错的任务哦。你觉得哪一组是写错的？那请你上来指正。你觉得 AA 是错的吗？为什么？好，你看到同学的操作，它分散之后变成大的嘛，对不对？靠近之后，是不是它可以变成不一样的三角形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比较不一样的，老师看到的是这一组写的这一个，有没有人可以说明它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错的，因为它的角移动了之后就会对不上线。现在是这个脚被这个边绑住，对不对？那可以移动的就是其他的东西嘛。那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要怎么移动的？这个这个黄色边，他说可以移动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的角度，这里它没有角度了嘛。
对，它原本三角形是这样子嘛，所以它可以往内摆动，形成一个更小的三角形哦。它完全正确哦。好，我们最后学到的呢是这四种的情况哦。那其中有一种情况，大家关注一下哦。一个边的有两种情形，就像这边的两个角与一个边，它可以形成的是角角边 AAS 与角边角 ASA 这两组性质。那请问这两组性质会不会一样呢？我们就请同学回去想想看喽。哎，看我变大了，做了翻转，对不对？结果他们一样吗？一样啊！来。来，一样的举高呢。